大行皇帝遗诏，众皇子跪听王四子胤禛，人品贵重，深宵朕宫，必能克成大统。夺继传位于王四子胤禛，钦此。这是雍正登基前最危急的时刻，康熙已经传位给了雍正，与皇位失之交臂的八爷党。 却并不打算放弃。先是老九跳出来怀疑遗诏的真实性，气呼呼的就想开溜。站住！这个时候你想到哪儿去？想去奉天吊瓶吗？你管不着！四爷阴狠着脸，当即给德愣太土里抻下令：如有谁胆敢迈出穷路一步，即刻锁拿。这话可点燃了老十的火爆脾气。哟呵，谁敢呢？谁敢拦打我？你们来啊！你们来呀！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所有兵马将这里团团围住，不许外走一人。”随着十三爷的一声怒吼，老八缓缓地闭上双眼，宣告。